明天就要进组，他行不行福宝，明日我们何时、什么时候出发？几点就走？七点。你这个头发走出去有点奇怪啊。你要干什么？本汤女仆给你剪头发。不行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管毁伤，孝之始也。我岂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？只是剪头发，又不是砍你脑袋。那也不行。由不得你。你站住！别动！不许动啊！我为什么不能动？这个你说，怎么可能？别动！别动！